杰先生先抗议，也莅临我们会场了。我们掌声来欢迎严中杰议员以及夫人谢秋梦女士，感谢，谢谢。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贵宾跟长官啊，目前塞在车阵当中，所以我们预计在稍后来准时进行今天的大会及表扬模范母亲的活动。因为我们今天的大会对于我们表扬模范母亲非常的重视，所以我们有安排团队的黄秘书胡小姐来介绍我们每一位的模范母亲。那目前因为还有空档，我们请黄小姐来做一个介绍跟练习，让待会的正式的活动能够更顺畅。陈国富先生，先换他来找你了哈。